彰化县大田上岗美容科的学生，伫咧老师的带领之下，前往鹿港一间连锁发型店来参访，让学生了解到业界流程甲环境，并且向设计师来学习美发技巧，借此提升学生的技巧，未来卖单更加紧的盈利一场。像我就会从上面这样子手肘朝上，然后电放在这边嘛，然后手另外一只手做辅助，可以拉过来这里，对，就是这样可以帮助你夹热也比较顺手，对，因为通常我们左边在夹会比较没那么顺，都是右边比较顺，左边比较，对，左边比较卡，所以你自己的话手的话手是，你就看我的手往上的时候，你就是往这边夹嘛，然后看过来再次。学生近距离观察设计师的手法，不管是夹头毛、洗头毛，也是做造型，有问题马上就会当问。好，我们就把头发这样拉起来，因为它这边是卷没有层，层次是稍微点低层次，然后外形轮廓是齐的，所以我们可以稍微拉起来，角度降低了，你就可以把这个头发这样剪掉，这样子它外有的硬线比较不会看起来那么的硬。为了学生更加紧用力一场，并且提升学生的技能。彰化县大田上岗特别带领学生来到鹿港一间连锁发型店参访，让学生有更加多实务经验，嘛提早熟悉业界流行甲环境。他们这个参访的话，对他们的学习上来讲的话，就是可以加强他们对这个业界、他们这个美发业的那个什么兴趣，然后提早的确定他更想要从事美发这个行业。然后呢，毕业之后在很快的时间，一般来讲大概一年左右，他就可以当上设计师。啊，所以都很感谢雅顿他们的栽培。除了在旁边观摩以外，设计师也让学生自己动手做，同时也教一些实物上面的小撇步。我们今天欢迎那个达德上工，然后来我们长期跟雅顿配合这样子，然后来现场实习，然后我们就是引导学生，然后从怎么接待，然后怎么带位，然后接触到客人的时候怎么去沟通啊，一些发型的一些流程之类的，然后包括教他们怎么吹风，然后还有怎么洗头，然后手指怎么按压啊，剪刀怎么拿这样子，然后跟他们讲一下现场的跟一些学校教的有什么不太一样，让他们职场上来讲话可以快速的进入职场，然后可能来到我们雅顿来讲话，可能差不多我们培训，然后可能一年多就可以当设计师这样子，然后让他们赶快快速的进入职场，这是我们跟达德上工来讲话长期的配合这样子。学生哪看哪学，有问题就问，希望会当在这次参访当中学习到相关专业的知识。现场的那个教学都不一样，跟学校学的都不一样。那怎么说？就是学校教的几乎都是实的东西啊，来这里教的都是实际操作的部分。可以让我们实际体验到职场上的工作，然后也能让我们就是看一下设计师是如何做造型，让我们可以学习。三项合作，唔但让学生会当得到更加多实务经验，也只嘛借此吸引更加多人才，互相方拢会当达到双赢的目的。新竹华新闻蔡良先落岗采访报道。